送啊，叫你白皮的，想你，想你去死啊，想，什么声啊，恶心，到底送啊，就给我老看，看到一个小三喽。这咱拄做伙的时候，你穿落去。老公回来了。来啊。想不想要赚点零用钱？好啊。我等一下会丢三颗纸球下去哦，啊，你用头接住，我就给你1000块。好。来啊。嗯。付出这么的多，却让我痛到有苦不能说。为你我付出这么的多，却让我痛到有苦不能说。因为我爱你。干嘛啦？我干嘛？我干嘛？我打电话你不接啊！不会，我要跟你前我叫老公起床的方式好温柔，赖床都不会生气，细心呵护着，起床还要来个抱抱亲亲，烦躁感加30%，没耐心加60%，暴力加100%，无情加1000%。结婚前我叫老公起床的方式好温柔，赖床都不会生气，细心呵护着，还是小宝贝呢，起床还要来个抱抱亲亲。结婚后我叫老公起床的方式烦躁感加30%，没耐心加60%，暴力加100%，无情加1000%。情人节这东西应该是下地狱，14号你就开始准备紧绷了。如果你看到别人开始送礼物，然后你自己没有的时候，哇，你不送当天就觉得死亡。我说一个情人节可以把整个世界的男生搞到一个非常紧绷的状态。情人节 tag 老公这则限动，老公会有什么反应？是很紧张，很紧张啊！突然 IG tag 我说什么别人男朋友不会让人家失望，我就跟你说情人节就是唯恐天下不乱，不管是已婚的还是没有结婚的，我跟你讲都是一样。情人节这东西应该是下地狱，14号你就开始准备紧绷了。如果你看到别人开始送礼物，然后你自己没有的时候，哇，你不送当天就觉得死亡了。长这么高的。
我哪有对你这样啊？所有男人都一样，这个日子一到，大家就好像是互相取暖、互相帮助。因为我朋友就传了一个 Uber 的玫瑰花给我，这是一个全球男人的互助会。我们有个社团的，这个日子一到，大家就开始有什么可以送，不用想太多时间。Uber 订一订就来了，对不对？以前什么西洋情人节、白色情人节，有人说什么男生送完换女生，没有，现在时代不一样。西洋情人节男生送女生，白色情人节男生再送女生，七夕情人节男生再送女生，男生拿到什么？有啦，一个小孩而已啦，可以啦，足够了啦 ，OK。怎么证明你有女朋友？怎么证明你有女朋友？老公，可以带我去买面包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那你带来买什么面包啊？不知呢。哎呀，我妈要买吃什么口味，爱买哪买哈。好啦，阿姨。是吧？你敢会当载我去买青木瓜？你这问题足多呢，早唔讲嘛唔讲，等我我过啊，你哦，你真系偷。奇怪呢，啊，咱个食木瓜拢袂使奇怪，啊，你较早你叫我载我去买物件拢会使啊？你要吃什么啊？差侪。你妈听个此一时彼一时。你等下坐个恁车买啊？不用啦，你做无意思呢。啊，娶了啊，生了拢无你个代志哦。你做现实嘞，较早拢问我，丽丽啊，你要不要去垦丁啊？丽丽要不要去美浓吃板条啊？哎、欸，老婆，我们的车子坏掉了啦。哪里坏？啊，你没看到？啊，我过去那边照给你看哈、啊。哎呀，糟糕啊，怎么办呢、啊？你有没有看到？啊，你没看到？那我再过去那边照给你看。哎呀，糟糕啊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哎呀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人看成外八啦。嘿呀，变成外八字了，不能开啊！你要赶快给我钱啊，我去修一场修啊。应该两万修得好啦。哎呀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赶快转给我，赶快转给我哈、哦，我赶快拿去修哈、哦。哎，拿到钱了吗？拿到了，拿到了，转两万转进来了。哎呦，不要玩了，收工，吃大餐了，走了啦！哎呀，吃大餐了。